拉这个气球，要不然的话，这个气球蛮硬的。好，那么你吹的时候，它的爆的可能性蛮大的。那么气球爆的话，没有什么好可怕的啊，因为气球爆为什么会出声音呢？就是它的这个塑胶，塑胶两个，比如说我的手是塑胶来的，它塑胶一碰在一起的话呢，就会有一个掌声的这个响亮。好，它不是爆炸，它不会有破坏性，所以气球爆的话。 你们不需要大惊小叫，好，不用喊起来啊，然后哭啊，然后啊，不要学啦，啊，它就是爆，就是因为两个合在一起发出来的声音。好，那么如果你听着白老师讲的话，你的气球爆的几率会比较低，还是会爆，可是爆力比较低。啊，那么这个气球筒呢，气球筒就是把这个魔术气球放进这个它的顶尖。 它的顶尖，那么我们抓的时候不是抓着气球，也不是抓着桶，我们就是气球跟桶一起抓住，就是不要让它的气球飞。啊，那么你们就是大力的推 ，OK， 你们不要推，然后讲话很重很重，不可以啊，不可以啊，啊，你们都还比白老师还年轻了，你们的力气还比我大，啊，就是吹。那么我们这边呢，就是以科学的原理来讲。 后面一定要留，不要吹到满为止。你吹到满的话，你一则空气一定要有空间嘛，它们一定会挤出去，然后挤不出的话，它们就会爆了。好，那么我们就留大概一个手掌这样大吧，然后绑气球呢？绑气球就比如绑鞋带一样，今天你们进来的时候，白老师就观察了，你们每个学生都是绑鞋带的，除了一两个。 好，就是跟绑鞋带没有什么分别，就是转一个圈嘛，转一个圈把这个气球的头，好，往下，然后这个就是绑了。好，这个做气球花很简单，就是只是一个步骤罢了，一个步骤，然后你们就跟着这个步骤。OK， 我们把这个气球折，啊，最重要哈，你们不要怕气球爆，气球爆的话无所谓，只是爆一次，爆的话我们再给你多一个再试用一次。 好，你们不要故意去弄破啊！爆了不用折了，就是啊，你折了这个气球呢，那么这个越小越漂亮，花越小越漂亮。如果你们可以今天看谁做的话最小的话，最棒啊！连白老师也不可以，我的最小就是这样了。啊，你们都可以做小的话，那么你们就用这个你们的拇指抓住这个你绑的地方，啊，那么就按 ，OK， 我们气球按，按的话不会爆，因为空气会向后流。 如果你们怕的话，你们就一直按这个，给它的空气往后流，它的爆的几率就比较少。记得你不按的话，你不按的话就不要扭 ，OK？ 你要按了之后，然后你才扭，扭几圈呢？扭三圈，啊，左三圈，右三圈，啊，扭三圈啊 ，OK？ 那么你们就把这个头呢，以这个洞一拉，这个就是一个花瓣，一个花瓣 ，OK？ 我再示范一次啊，就是你就是把这个气球折。 折每个花瓣尽量可以的话，就是给它一样的形啊，一样的大小，好，然后就是我的这个拇指压住这个绑的地方，记得吗？就是压住绑的地方。那么我一按，你不捏的话，你不要扭。OK， 如果你这样扭的话，肯定爆，肯定爆。OK， 把它捏到完，然后再扭三圈。OK， 这个是很好的手部运动啊，好，手部运动。那么两个花瓣了。 OK， 我看还是有些学生还是看不清楚，我再做一次给你看。好，那么你就是折这个气球呢，这个花瓣差不多一样，拇指就按住这个绑的地方。好，那么我就按，然后才扭三圈。OK， 三个了。好，我们总共要做五个，我们总共要做五个，那么我就把这个完成，就是第四个，然后第五个。 OK， 第五个了，还是不成型啊，不好看。白老师骗人的，喏，哦，你看你的画这么漂亮，然后这个你真的太抽象，不是啊，你们已经成功了一半了，成功了一半，然后接下来你们就是把这个花瓣跟它弄整齐，整齐了之后还是不大好看，整齐了之后还是不大好看，那么你就把这两个花瓣抓住，然后扭两圈，把这个两个花瓣。 扭两圈，把这个花瓣扭两圈，把这个花瓣扭两圈。OK， 啊。
很漂亮了。可是你讲，白老师，你的不一样，我怎么把这个套在手上呢？我要把这个弄掉，怎么弄掉呢？啊，然后你们就可以 ，OK。等一下，我们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话，老师就教你不要用剪刀，我们用手把气球捏破。啊，不容易，不容易。OK， 可是你们做得到。好，就是把两个手呢放在一起，按了。OK， 就是我的左手朝上，我的右手朝下，我们的脑、眼睛、手都要一致。好，然后我们要一上一下的一扯，鼻声音。啊，鼻声音。待会你们也可以做到，一点力气都不需要。好，就是一上一下一扯，它就跑出来了。然后你要开个玩笑，你可以帮我拿吗？然后就放掉，好吧？那么这个气球呢？这个气球的尾巴，我们啊、新加坡是一个啊、花园城市啊，就是我们啊、对我们周围的环境要保护。好，那么这个尾巴呢，不要吃啊，不要乱丢，你就放在桌子上 ，OK？ 然后课程过后呢，啊、我们有一个垃圾袋在那边，就是把这个啊、这个。废物吗？不是啊，还是有用的啊，就是把这个尾巴丢进垃圾桶，好吗 ？OK， 那么第二个呢，我们就是要做这个花心了，它的中间那粒小球。OK， 这个啊、小球呢，我们不需要多大。OK， 一样啊，就是拉气球拉一次，然后我们就慢慢的一个，弄给它小，大概两根手指头。然后跟它绑住 ，OK， 就是我用一个头一个尾，我就把这个头跟这个尾绑在一起 ，OK， 弄给它圆，好，过后呢，我就把它套上去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呢，女生你要绑在你的头发也可以，然后你要绑在你的书包也可以，然后你要绑在你的这个走廊的梯子也是可以。好，或者你是要给小孩子的话，3岁到5岁，那么这个就很小了，这个啊，这个戴上去的很小。可是如果你给一个像白老师这么胖的一个先生戴呢，我的手蛮大的。好，然后你就大概一圈这样，然后就可以放在手上了。这个就是一朵花，好不好？简单吗？可能会忘记了啊。那么现在呢，啊，何老师呢会啊帮忙给。学生每人两条气球线，那么第一个就是跟着我的步骤，跟着我的啊、我。